大家好，我是老钟，今天我和 Danny 又来了这个老地方了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的真是。今天风有点大，或者说 1.5 米的浪，其实有2米的浪，但是感觉上今天会也有点开口。这边没什么人，钓鱼就我们两个，你在那边走路的人就有那么两三个人，你看后面有一个，就是刚刚走过来的，没什么人。好了，开始。五点了啊，现在五点了，马上开始。好了，开钓了。都5:20了。店里一来，先把一条竿放下去，他是想钓收眉的，结果浪把他冲到边上，把这一面都拦住了。我们这边一下子来了三个钓鱼的小鬼。钓鱼跟练气功是差不了多少，第一个有兴趣，第二个有耐心，第三个有耐力，小样的都不行。这小孩钓了一条，这是个啥鱼？这小孩钓了一条金丝鱼，哎呀，他们用那个路亚钓的假鱼。买垃圾的，没有人走，没走啊！哎呀，还有啊！我的线还没绑好，但你又上鱼了。
太阳，Danny 也双条鱼，麻麻地啊，呢条你几个钱啊？24头了，24左右吧，我感觉不够，差一点点。哇，你自己量一下吧。真的呀，不一样。我刚高兴经过的。啊？你才高啊？啊，不可靠你。就在这里钓了。哪个海边度？哦，我钓出少少啦。这个地方浪比较大，不适合用浮标，还是要把浮标去掉。没有，捞到头了又，碌卡。好，出了一条了，哇，那条好给力啊，好大下个这条。系啊，冷雨啊，应该上来了，啊，好大的鱼，嗯，外面的鱼大一点，哇，这条大，这条辣眼子，专门带了个彩虹蛇。这条大，这个铁笼子，它那个弹簧不见了，就是绑了一个橡皮。好啊，然后扬起来。捞到是吧？哎呀，还是的。可以吧？捞网仔。行。还有个桶子，我把它切。那你帮我拿那个网过来，我看看。这里来了好几条，有小鬼的。这三个小鬼又跑到这边来钓了，别看他年纪小，钓路亚还钓得挺溜的。你的鱼够粗啦，你嗰个鱼成花布啊？咪咯，花布够噶啦。我得25磅啫喎。
好少啊，機會就有就有，好少咁嘅機會，三十荷拉咁就廿七分啊。嗯，你啲牙鋒少啦，而家邊要咁多？哦，你勾到佢隻嘴咧就冇事，勾佢隻嘴邊啊？吓？唔得啊，二仔啊，我勾好大啊！哎，有啩，好啩。男仔嚟嘅，算了，一条条吧，阿姐。嗯，开始啱啱够，啱啱够，多一啲都冇，我把尺。三文，等我，我唔系，看你样子，应该是刚刚够，啱啱够咧。24不够，差多少？差1公分，24放了，回去呗。哇，很大的这些，哇，女人。大辣鱼，哇！我吃那么多，你看，五戒，好了，黑毛啊！我得搞那么多，那我应该弄的，还应该给你个辣鱼。哎呀，六廿六減都未減啊！我魚啊！哎呀，都幾大條啊呢條！哎呀，呢條勁大！哇，是很真的。鱼多了拿不出来，现在我还是要量的。这个头到了34。34，两条差不多大，第一条稍微大的，有个35-36，哇，第一条仲大几条，第一条还大一点点。哇，嗰度关点解咁多人叫呢？有冇钓到鱼啊？只牌友，你头先啲鬼仔钓嗰条 flash 掉到呢度啦，
冲落呢度啦，细细嘅。嗱嗱嗱，呢条。佢都唔要啊，可能唔够清啊。啊，连续两下都有咬噶，但勾佢唔到，哎，勾到啦呢条，应该。哎，勾到一条。上来呗。看看啊，哇，都唔细喎呢条。因为我平得远啊。后生又巧。就这样抓的。放过去算就拿了上来。这样抓一般都是不会掉的。这又来什么这羊毛了。哇瓜底是吧，好易瓜底的那个。哇 Danny 上一条很猛的什么鱼，大辣鱼啊，大辣鱼啊，哎，没关系，终于放条大辣鱼了，终于整挂条大的了。哇，外面有两个人站着，上面吊，灯也没有，根本看不清，看着两个黑影的也刚刚走出来。看不见，这样就两下就该咬，又不咬了呢。这臭水就应该好细致，都勾走了，快啫！哎，狗公啊，死狗公啊！哇，直接吃下去了，我靠！直接落肚啊！你看了，哎，点咗啫？冇乜钱啊，走啦，兄弟。诶，冇，都系咁样噶，食狗公，唔怪啫，将食嘢食唔落去。诶、哎，有咬喎、啊，好似又系食狗公咁嘅，食唔落去嘅，好细条，好似食狗公一样嘅。对呀，好看。
就是是中的，就是你的。这个这条鱼是挂掉的，是吧？没死就来了。就是要三条，哎呀。他能出一点水。好了，东西都准备走了。这个鱼好像还能放点水出来，啊，还冻着呢。就三个蜡鱼。完了，收拾一下，准备走。没得熬了吧？走了。走了，收拾一下。喂，下面两个人走咗啦嘛？啊？仲喺度啊？即系你要咗几条啊？你啲冇去出噶啦，系嘛？这样你需要了腊鱼三条。三条辣鱼，一条糖小鱼。哎，来，你个人工啊？然后我以为个谁要现在去煮鱼吃？他啊，我各种摇一番。今日啲鱼呢，有啊有，唔系好开口。